参加演唱会就没有公共安全问题吗？为什么我去会有公共安全的问题？因为你老婆是危险人物。不是这个，我觉得我很不了解，为什么我去唱就会有公共安全的问题啊？还有这个第三点，专业的执行力，还有办理类似活动的时机。我专业，我这个制作团队，我是找周杰伦他们巡回全世界的巡回制作单位，这个制作团体来这一次来做我的，还不够吗？而且我在演艺圈这个已经这么久了，我四年多前我就已经办过我的个人演唱会，我还不够吗？他第。